哎 bro， 真正的太自律了。你耳心说哟 ，Mac 跟 Eason 喊吃火锅鱼，我都忍到没钱，真的。Life。现在体重120斤，体脂还是20%，锤子那就把体重往115减。这个巨星必须给老子安排清楚，锤子我主演，挂个主权。Who can take care I can？ 看几点？5点，我应该稳个冷静，在看得到的地方提醒自己不要太情绪化，再听会儿古典。哎，听不进去，我需要古典。Who that？ 喝多了晚上偷米帮我带下 Durac， 看得好算了嘛，娶了我带确实不好看。好想吃啊，街边那脏的油的一盒炒饭，再加个荷包蛋。好久没喝酒了，为了减。烟都戒了，自己把老火，每天都在戒。今天是166天，今天周三，月了齁干，去练腿必须丢翻，练软才能收官，把体力全部抽干。饭馆老板认出我了，弄死不收费，这就加点买根雪茄抽，反正又不过费。我威士忌和冰都不加，少拿饮料在那儿兑。你这杯威士忌算还是拿走嘛，给你们妹。不自律的生活回想起来好好耍哦，睡得晚，起得晚，想去找找哪个。如果能用现在的条件过以前的生活，那真的是屌到哈过，要去找到 Pablo。吃得好，吃得到，啥都吃得到。你吃不到，运气不好，你吃得少。吃完说的 yes， 没得假 yes。以前穷的 rapper 现在过得 sits， 一发香 kiss， 开起好的 tits， 跟穷的 rapper beats， 再说 beats 都是 bits， 但历史像是 bits， 上吊的人来 shits， 那个说的可能是真的哈，但是那个叫做 yes。来真的烦，有一次你梦寐以求的东西，别个与生俱来，一个米给我发消息说，你看嘛，我体质又降了，现在只有5%了，简直属于输了，我出了，我练得好苦。我拿 no face no case 发状态，说把节目都推了，演出都推了，唯一的目标就是把体质降到4%。当时我想肯定没得问题噻，这个逼装的绝对。漂亮，结果现在一看我日，我照镜子，这个不是我想要的图像。哎，人嘛确实瘦了，但是体质就是不降。还说能不能练成杨柳树那个样子，确实无望。本来想 flex 肌肉的，结果现在只能说不胖。吹一支，我现在真的是一嘴浪头啊！算了嘛，来日方长，细水长流。德行都烂掉，有的人喜欢面上的风光，但有的人喜欢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吃得好，吃得到，啥都吃得到。你吃不到，运气不好，你吃得少。吃完说的 yes， 没得假 yes。以前穷的 rapper 现在过得 sits， 一发香 kiss， 开起好的 tits， 跟穷的 rapper beats， 再说 beats 都是 bits， 但历史像是 bits， 上吊的人来 shits， 那个说的可能是真的哈，但是那个叫做 yes。 Life， and you're slim， go brace， go brace， life。 Hey， go ahead， MC。 Life。脚带杜瑞啊，在这儿，咋可能嘛？